但是如果唱会儿声音，那会儿都是我们两兄弟一起打拼过来的，你看这个名字暖该有的嘛。今天我要公喊吃饭，我去给小闺女买套衣服，走。老板儿，哎，有没得两国大娃儿穿的衣服？有，就是那几件了。哎，哎，那件可以。发财，大家看一下，反正他那儿喜欢钱，我觉得那件可以，姐，大概两个月，那种合不合适？差不多，除了月长两个月，差不多穿得过嘛。就是那个。那个弟弟妹妹都可以穿。妹妹。哎，都可以。我抱起来嘛。好的。青妈儿。哎，快给我来了呀！哎，我昨天没在买套衣服嘛。哎，老天！哎呀，我娃儿衣服多黑，二天买水果。你货还多啊？快我快坐，快坐。来，快过去洗吧。好好好，没客气了。哎，妹子呀。要不要出科学的？我准备听闹啊。这个呢？对。睡得好香哦。没，我去嘛。等娃儿醒了，我弄不来。要醒了。快过去，他看着娃儿噻，我去帮忙吧。不见了没啥子嘛？我个走贼。你整那么大工程喽？哎呀，家常噻。刚前面说帮忙，还有啥子的嘛？把我充点钱的嘛，把这个南瓜糖挂起。要得，我去弄。要得。我怕吃不完喽，不开一半喽。要得。我走上多久？饭喽，好，快过这边吃，白经理。今天整好大个菜呀、啊！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喝点哈，喝点啊！不多一两股灯儿，我给你两股灯儿。找不找得住？找得住，两股房。要得。是噻是噻，当晚我给你弄的大肘子。一天整那么大一个？哎，不然让我顺吞嘛。好厉害！哎呦，哦，好肥实。哎，媳妇儿，坐这一堆。大哥，这个怪我做嘞。哎，不要讲的，我挑身给你为你那儿买的果木烤盐。大哥，你说我做厨艺，二天可不可以开个餐馆啊？你在那东想西想的，你做厨艺，自己吃还可以，你出去卖的话，你还咋挡住？先莫想那么多，餐馆先搞好。等等，等好。大哥。这次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这个唱会儿声音，那会儿都是我们两兄弟一起打拼过来的，你看这个名字暖该有的嘛。王叔，你这次回去就好点，跟着快哥干，人家快哥你五分已经很够意思了，你才回去一天就想到改名字，你是懂的啊？分钱都好说，名字这个事情先不要提。快哥，王叔这个人就心都没想到王叔啥子，你不要当真哈，来，大家人喝一杯。喝杯喝。峰哥，我们两个都是兄弟关系，你给我摆红红眼了。哎呀，是袁叔的，不要当真，开玩笑。是噻，是噻，是噻。这鸭子有点跟人了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那好。